你的直播现场，欢迎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打开你们的镜头，让我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虽然没有办法讲话，但是也希望可以看到大家。Hello， 哈喽，欢迎我们教官老师们，还有各位同学。好，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准备一个实际上的跟大家人与人面对面的毕业典礼。但是呢，学校今年非常非常的用心呢，也帮大家准备了这一场直播式的毕业典礼。然后我们现在所有的状况呢，都是最真实的状态，没有 C 稿，然后也没有剪辑。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准备一些特别的桥段。现在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呼吁大家要记得常洗手，然后出门要戴口罩。如果能减少自己出门的次数，一定要减少。那为了不让大家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之下心情不太好，所以我准备了一个影片，要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呢非常有趣，但是也让大家知道防疫有多重要。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影片吧。
他有什么话想对我说，这个是完全没有写稿的，我妈妈也不知道我今天要打电话给他，所以我们等下有可能会失败，就打电话给他，他可能不会接，但我们还是试试看，希望我妈妈不要很紧张。大家可以的话也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好，我打电话给我妈妈咯，等下我先听一下，我怕听到奇怪的声音，没有啦。啊，喂，妈妈，我现在在直播。好。大家现在听得到你的声音。啊，真的吗？对，我们想要问你，你有什么话想对未来的我，或是现在的我说吗？现在的你，我觉得你非常的好。我很开心，未来的你，我希望你，我不知道呢，我对你，我觉得你很会打算，所以反正我就祝你就是顺利，我就是觉得你可以很好，真的会打算的。那妈妈，你有什么话想跟毕业生们说吗？哦，希望大家平安顺利。好，有麦克风，他们的麦克风很多，好不好？谢谢妈妈，大家掌声。他那个网络，网络不够强的话，就是叫萌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没有麦克风？觉得很有趣。我妈妈平常讲没有啊，所有来宾都关掉了，忘记了。可是我在上路，就没有妈妈更可爱一点。希望大家也可以。在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啊，不是，看这支影片之后，也可以问一下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老师，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那我们现在呢，也欢迎大家打开镜头跟我们拍个手，欢迎大家跟我们打开镜头，欢迎大家，谢谢老师们，谢谢同学们。我看到你们的赞了。好，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呢，我相信所有的毕业生应该都记得学校有一个东西叫做软能力，对吧？那个一直在你们脑海里的可怕的软能力，不管是要看讲座啊，还是你要去做志工服务啊，还是你要参加社团能力啊，是不是一直让你非常的烦恼，毕业前还要继续想这些事情，对吧？好，我相信大家最记得的东西一定有一个叫做社团能力，不管你有没有很认真的参加这个社团，你一定有参加两个学期两次，对吧？是两次对吧？好，但是我在一次的一个就是因缘际会下，就看到了热舞社的一个活动，但我不是热舞社，我就是经过看到他们在玩一个游戏，我也想在这一次的这一场的典礼当中让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小小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我会给大家一组电话号码，但是有一个字会被我挖出来，我们可以请大家拨打电话，最先打到正确电话，我们这边有整个手机，这支电话响了的话的那个朋友，我们会邀请他来跟大家说一些话，还有我们会送出一些精美的小礼物。那我们现在来，手机在这边，电话号码在这边，我念一次给大家：093X，这就是空格哦。然后是313176，我们来看看这个数字。哎，大家手机可以赶快拿起来打了，就0到9而已。我们来看谁先打通这支电话，接起来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精美小礼物哦！赶快赶快，各位朋友，不要让我们轮抢哎，赶快打电话，不然我要自己打了。赶快猜，赶快猜，到底是0930还是0931呢？来，你们。这样子看得到吗？
我们就这样子甩给大家看。有人现在在拨打吗？我们来看什么时候会选哦。好紧张，好紧张。现在有200多位的朋友，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先打过来的就有礼物，礼物是什么？等你收到就知道了。大家如果可以，也可以打电话来尝试一下。只要拨通了，就有礼物哦。我们时间再给大家1分钟，这1分钟如果没人打电话来，就算了，我们礼物就送不出去了，但没关系。哦，通了通了。喂，喂，请问是明星这一届的毕业生吗？对。哎，请问你是哪一个系的？我是化材系的。化材系的，那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呢？就是冯淑弯。淑弯吗？对，冯淑弯。是我们国际生的同学吗？对，就是国际生的同学。Hello， 那你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吗？就是我随便打，不知道就打对了。怎么这么台？我们先祝你毕业快乐。那你有想对其他的同学，或者是你有什么话想说吗？在大学的4年里面，你学到了什么？你遇到了哪些帮助你的人，有吗？就是也是祝大家毕业快乐。好，谢谢。那谢谢这个同学，您可以帮我留一下资料，但是我需要你的学号。就是现在念吗？对，现在给我们。9306 X 吗？对 ，X06 22 22 00 00 26 26没了。好，谢谢你，祝你毕业快乐，拜拜，拜拜。今天我们的开场环节就到这边，现在最重要最重要的毕业典礼的仪式准备要开始啦。那我们就倒数3分钟，我们准备要进入今天最重要最重要的环节。3分钟，再给我3分钟。这是我们今天的典礼仪程。
在倒数一分钟哦，对他紧张吗？我们学校这次很认真很努力的为大家准备这次的毕业典礼，准备要开始了。倒数30秒，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各位毕业班同学，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
恭喜你们顺利完成学业，迈向另外新的求学阶段。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我们许多生活的日常，疫情虽然带来不幸，但也让人类反思生活的方式，它教会了我们以健康为考量的新生活，珍惜当下与学习感恩。人类的健康其实更仰赖环境的健康，寻找与地球更好更远去的共存方法，是这场疫情带给我们的醒思。今天我想送给你们青春三点，表达我的祝福。第一点，常怀感恩之心，同学们要以最恭敬的心感谢养育你们的父母，感谢教导你们的师长，感谢学校以及整个社会提供给你们的优良环境与爱护支持。常怀感恩之心是一种美德，会帮助一个人谦虚广结善缘，奋发向前。第二点，锻炼意志力。研究发现，意志力比起智商更能有效预测一个人的未来成就。意志力就像肌肉一样，可以透过锻炼而提升。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而非短跑，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常保学习的热情，活到老学到老，可以帮助我们更接近成功。第三点，勇敢追梦，逐梦踏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文科身为县长，也不是做什么事情都能顺遂成功，也曾有跌倒失意的时候，但是跌倒并不可怕，跌倒的时候不要马上爬起来，先看看地上有没有什么宝贝可以捡。所以为了不让自己放弃，要更积极更努力地让自己有能力实现梦想。择你所爱，爱你所选，让自己感到快乐与充实才是最重要的。希望各位同学在日后的学习旅程中都能将这个青春三点带在身上，谨记在心。无论是学习不顺心，还是遇到挫折，或者是闲暇之余拿出来反复思考，保证会让你们的人生更精彩更美丽。最后祝福各位毕业班同学鹏程万里，平安健康快乐。谢谢大家，新丰台大。在各种场合呢，也常常提到这条歌，这就是我们的校歌。
祝福你们呢，事业呢一帆风顺，替台湾呢未来的经济呢带点风潮。如果说呢，你们未来呢选择组建成家，那学长祝福呢掌声会。那最后呢，学长在这边呢，以步步高升的顺口溜呢，来祝福大家呢能够呢在毕业以后一路行。所以说呢，在这边我也希望说，目前面的同学呢，跟我一起呢来支持我们呢，来从一到一万大声的朗诵呢，来共度美好的天气。准备了，开始！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事可乐，千事吉祥，万事如意。祝福各位学弟妹呢，鹏程万里，一帆风顺，毕业快乐。推荐书，之推荐本校半导体学院电机工程系硕士班学生阮明浩等24名，电子工程系硕士班学生李怡轩等3名，化学工程材料科技系硕士班学生钟尚红等8名，光电工程系硕士班学生范万军等6名，电机工程系学生叶子豪等217名，电子工程系学生江信林等191名，化学工程材料科技系学生曾若晴等52名，光电工程系学生周明浩等45名，合计506名同学在校就业期满，成绩及格，请颁授学位毕业证书。请陈校长、半导体学院院长鞠躬。中华民国110年6月20日，本院拨税代表硕光二甲黄正奇同学。推荐书之推荐本校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精密电子整复班学生嘉义等6名，土木工程系同机械管理系硕士班学生徐建峰等10名，机械工程系学生张家佑等116名，资讯工程系学生朱志宏等111名，土木工程系环境系管理系学生柯伟坚等6名，合计362名同学在校修业期满，成绩及格，请颁授学位及毕业证书。请陈校长、工程学院院长杜凤琪。中华民国110年6月20日，本院拨税代表施工指引张文祥同学。推荐本校管理学院工业工程管理研究所学生李信忠等9名，资讯管理研究所学生郭佩云等2名，管理研究所学生潘志熙等35名，工业工程管理系学生蔡若琳等113名，资讯管理系学生邱浩宇等211名，营销流通管理学生曾雨晴等116名，企业管理学生朱子周等230名，财务金融系学生李明祥等72名。
828名学生在校修业期满，成绩及格，请颁授学位及毕业证书，请呈校长、管理学院院长林余信。中华民国110年6月20日，本院拨税代表行销事宜江立生。Thank you.
日间部运管系陈建全。出成就奖，半导体学院电机四丙张雄伦。半导体学院电子系郭冠霖。王俊奇，管理学院系管四甲詹安琪，
第一次夜唱的经验。这些生活的点点滴滴至今都让我们难以忘怀。还记得青涩的大一时期有一场属于我们的明星我最萌创意表演，回想起当时的学长姐们是多么的认真，想为职场争光，为我们安排表演编舞，甚至还带领着我们一同练习。但当时稚气未脱的我们却每天都烦恼着该如何跟学长姐们请假想逃离练习。到了大二，爽爸的你是不是那这个时期的大家，有些人在积极打工，努力赚钱，贴补学费；也有些人踏入社团，踏入戏学会，展开属于自己的另一道大学生活。甚至那个当年总是想请假的你，如今也变成那个积极想要为戏上争光的学长姐了。升上了大三那年，专题实习，那个两年前对我来说就像某个恐怖都市传说的事情，现在就硬生生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想要先体验出社会生活的人选择了实习，则有人选择了专题，开始分组钻研自己的一修三目，就像是上班族般的随着时间继续流逝。那个实习的谁谁谁总在抱怨上班又累，薪水又少，而专题的小圈子讨论的是不是也是那个谁谁谁总是不爱做事。不知不觉到了最后一年，学长姐是不是开始烦恼着自己的未来，课变少了，学分也够了，却开始怀疑自己这些年所学的是不是真的能足够应付出社会的挑战。而毕业后的你们也将成为社会新鲜人，将接受社会的历练，就像四年前踏进学校的小大一，准备展开另一个新生活。这个过程一定会遇到很多挫折，很多困难，但相信经过大学四年历练的你们，已经稍微懂得该如何应付。毕业不代表永别，这四年的美好岁月都将保留在你我的心里，也期待未来相见，学长姐便成为我们的榜样，都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最后我请代表全体在校生向学长姐们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贴身珍重，道一声再见，鸿图万里，满丰盛，新年快乐大家。董事长、校长、各位老师及应届毕业生们大家好，我是因为自己的郭云凡，很荣幸在求学的阶段中可以在这边代表全校毕业生致辞。大学四年里，我们从懵懵懂懂傻里傻气的样子参加了迎新，还有社团，最难忘的就是那个老早7点半就要到学校，还记得吗？早起一年级的新色使我们充满着冲劲，尝试各种不同的事物，在二年级跟三年级中渐渐的成长，不再像一年级那样总是横冲直撞，更多的是那份成熟及稳重，开始倾听自己的声音，开始懂得思考，开始为了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和考量，准备迎接大学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四年了，现在的我们不再像大一时的傻里傻气，经过了四年的体验，不知道大家是否更加的了解自己了呢？是否更加的明白未来自己要往哪里前进了？四年生涯里，我们认识了不少的老师和同学，但是在求学阶段中遇到所有的事情，无论是快乐的、难过的、生气的，都成了我们成长的养分。谢谢生命中出现过的所有人，带给我们这么多不同的回忆，也谢谢生命中的朋友们一路的陪伴及相挺，谢谢一路上走来教会我们除了知识以外还有待人处事的老师们，当然也别忘记陪伴在你身边的家人们。希望大家将来的日子里也能记得当初总是善良却带着冲劲尝试不同事物的自己，也要带着这份善良继续下一段旅程。虽然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当面和朋友说生日快乐，也没有办法给朋友们一个拥抱，但我相信
大家再次团聚的日子，也祝所有毕业生前程似锦，美梦成真。Wishing that brighter opportunities come your way and you achieve success in all of them. 祝大家毕业快乐！
主持人会叫学生开镜头，我们也会截画面，你再看看能不能截画面。快走去，都怕你身上。
生们是不是特别的感动呢？我们现在邀请各位毕业生们打开镜头跟我们一起合影一下，然后也可以帮我举一下手好吗？各位毕业生们可以请我们现场的毕业生们，等一下我们要拍个照，给我们一点时间，欢迎大家都可以打开镜头哟。最后了，可以赶快打开镜头，等一下呢，就是我的手机吗？可是我没在看，哇好多人，是可以带着大家一直到永远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也谢谢今天学务处这边，还有我们学校董事会，还有所有的长官们送给大家的这一场毕业典礼，祝大家毕业快乐，鹏程万里。坚持标哦！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郭玉芳，祝大家毕业快乐。